4架 AT3 教练机划过天际，其中一架3号机向上拉升，脱离编队，象征徐大军任务完成。灵柩移出攻击会场时，宪兵齐放丧枪，送空军上尉徐大军最后一程。上个月31号，23岁的徐大军驾驶 AT3 教练机坠毁冈山田厝社区，空军官校举行告别式，缅怀23岁年轻灿烂的一生。 这几天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。代替爸爸致辞，空军上尉徐大军的妹妹第一句话就哽咽：“这8年来，待在我身边的时间不到1年，是我无怨无悔。毕竟成为空军飞行员是他的梦想。” 徐妈妈座位上不断拭泪，徐爸爸特地穿上大军送的空军外套，代表对儿子的骄傲。在这里，我要请国防部务必全力协助家属，照顾好大军的家人。徐大军追赠上尉，公祭仪式上，总统颁赠褒扬礼，空军卫灵及副旗，家人也会带着徐大军的骨灰安放于新店空军军人钟灵塔，而他翱翔天际的身影也将永留蓝天。镜新闻李怡清、杜颖杰采访报道。